希望你在看这段视频的时候，你可以变得更强，不能认输。我相信你都明白。多交朋友，不要太笨，也不要太聪明，潇洒一点。饿了就要吃饭，困了就要睡觉，不要太脆弱，要很坚强。因为你知道，曾经的你对未来的你说过些什么话。你也许是一个不是很聪明的孩子，但是别忘记你是想要做一个身上要背负责任的演员。你需要去告诉大家一些好的东西，不管这个节目的现在你是什么样子一个情况，但是你只要在往你想要成为的那个人的那个方向上走，你就是成功的。希望你能成为一个更好的演员。不过不管未来怎么样，你至少你的人生几乎才过了五分之一。有了这次的经历之后，我相信未来的你会做得更好。我对你抱有了很大的希望，我相信你可以的，加油。爱奇艺悦享品质。